因为那个小米那个要分给人家，因为接手你的工作了啦！哦，那么帅啊，哪里找啊？这个孩子，谁生的？你春花生的。人家的了啦，人家的了没？真的，这是人家，这个人家的，这个真的。特别是我们的青年啊，注意听一下，因为爱抓马拉卡台教白音是我们男女双方的，尤其是当我们是男方的时候，这个是部落的荣誉哦，这是部落的荣誉，我相信这些我们的长辈们都很清楚这个，所以这个部分呢要抬轿的，希望大家都是未婚的。好，我们的维护到此结束。结果今天参与的180个，所以可能椅子不够哈、哦。那请大家呢找一个比较阴凉的地方可以坐的啊，呼吸可以坐下来来啊，先生把他抱，太太也都可以了哦。抓不住来抓，干嘛？哦，爱坐没啊？什么的？那可以在马蹄马里马家打打鼓蛋，把那的把那个，那么大个的。主，我们谢谢你，在不管是好茶还是北叶的众亲友，主，我们殷景期盼的洪恩以及我们的雨婷姐妹的婚礼，终于在今天蒙上帝您的赐福，赐给我们这美好的天气，也赐给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带着一颗喜乐充满祝福的心来到我们会场当中来祝福这对佳偶。主，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来自于上帝你的赐福，然而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开始当中，也愿上帝继续的带领眷顾着洪恩以及雨婷在未来的婚姻以及他们的家庭生活，也能够持续的充满上帝你的慈爱你的恩典。然而主，也谢谢你让我们带着这番的喜悦
来祝福这对新人，谢谢你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Thank you.